一山一水都有祖先的血脉，逝去的岁月让你变得苍白，抛头颅洒落血液，把命运主宰，岂有那侵略者把你祸害。他的主力在攻占县城火车站。班哥，太君，太君，八哥，统统回复兴县城，快，快，走。都烤烤火，这仗打得痛快。对呀、啊，太漂亮了。哎，我看那小鬼子端着枪过来，你啪一枪，正打眉心上，真准呢、啊。我的枪法怎么样啊？准吧？他教给我的，小婉教给你的，一对神枪手啊！大队长，大娘和嫂子回来了。是呢，快去看看。大娘回来了，大娘回来了，大娘回来了。这舞多少年啊，多少年，哥哥，哎，几多挂牵，多少年的恩怨，哥，这些年的断山，相见情人好妹妹，见情人面，咫尺天边。情人含笑在酒后。
邱佳怡，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，我去哪儿啊？我们去益州城卖煤啊。那我也去益州啊，正好学校放假了。别送了，外面冷，回去吧。哦，你走吧。那不走了。走吧。真走了。走吧。哎呀，走吧。小婉。吓我一跳。祝哥，啊，我帮你。伙计们都说你是我们的福星，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？我觉得也是。小婉终于愿意回来和大伙见面了。这些年她过得很苦，她也该有个家了。这个家只有你能给得了，你心里有小婉，你心疼小婉，回去找他吧。我和本发给你备酒。
别太累了，取取暖。苏娜。啊。小婉回来了，我们抽空去看看她。咱们都是老同学，没想到这些年小婉，她受了那么多的磨难，现在她终于回来了。咱们得关心她，把丢失的那些年给她补回来。对。啊。还有桥本樱花，多好的姑娘。永琪，哎，进来吧。花哥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太好了，你们俩都在。什么事啊？这不是我要给大龙和小满办喜事吗？咱们呢，去帮帮忙，凑凑热闹。好啊，我还一直担心小满回来了，不知他和志武哥怎样相处呢。现在志武哥能够想明白，成全小婉和大龙哥，这是最好的结果。好，别说了，快走。走。太好了。多穿点衣服啊。多穿点啊。哎呀。小婉。娘。哎，孩子。你收拾行李干啥？娘，我要走了。这孩子，他说啥呢？那能说走就走啊？你还没跟志武好好唠唠呢，娘不能让你走。我不想再见他了。你这孩子说啥傻话呢？啊，你们俩这么多年没见了，还没说话呢，还不好好说说？还有哥哥，你知道吗？他为了你呀，找了蒙医里最好的医生，你是不知道啊，王爷都给急坏了。娘，哎，哥哥，哎，姐，这药刚熬好的，专治头部血瘀的猛药，你的头还没有好利索，不能停药。好，烫不烫？不烫。姐，你就住下吧。如果你心里不舒服的话，没事儿，我走，我回草原。哎哎，哥哥，瞎说什么呀？你坐下，坐下。姐，都是我不好，那些年我还小，不懂事儿，阿爸和额吉都宠着我，把我惯坏了，所以我特别的任性和蛮横，害得你这么多年在外边受苦。别这么说，我昏睡这段时间，总是听见一个女人在外边说话，让我快点醒来，别睡太久。她说她心里有悔有愧，说要把一切都让给我。我知道，那个女人就是你。其实，你没有错，你选择了值得一生真爱的男人。志武也没有错，是天意让你们结为夫妻。在家里，他是个孝顺的儿子。在外面，他是兄弟们的好大哥。在感情上，他能尊重你，爱护你。而你，身为王爷府的格格，出身那么高贵，却甘愿嫁给平民百姓的许志武。我知道你从小是被人伺候大的，可是你嫁到许家来之后，能给娘倒洗脚水，能给全家人烧火做饭，这些我都已经知道。你能放下格格的贵族身份，过我们这种平凡人的日子，这就说明你是真的很爱着我。
过去我曾经恨过你，真的恨过，也恨王爷，恨你们为什么要拆散我和志武。那个时候我甚至想不要去死，可现在看来叶仙也是对的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们也救不了志武，我也不可能遇见左大龙，所以我应该感谢你才是。姐，真的谢谢你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娘别哭了，这都是过去的事了。不，你说，你把你心里想说的话一下子全说出来，心里才能痛快啊。没有了，该说的话我都说了，只是娘知道，娘知道你心里有多苦，娘知道。娘别哭了，我走了。娘不行，娘不给，娘不让你走。娘告诉我哥还有志武哥、大龙，让他们都别找我。姐，姐你别走，你留下来，我们一起照顾这个家，一起照顾娘，我们一起。妹妹别说了，这些天我已经想得太多太多了，你们别劝我了，都别找我。小婉别找我，如果有一天天房他回来的话，到那时候那人花依然喜欢他，你千万要拦着他们，他们俩不能在一起，他们不能结婚。为啥呀？因为天房是他的亲哥哥。你别瞎动，怎么弄啊？哎呀，你这反了这个！你看，这你这明显的这边是对的。哎，你信我的，这样。别转，别转，别转，别转。行行行行行，慢点啊！行行，这能完了，能下。这样的，这样，这样，咱们都。哎，多安，你弄啊！好，别转，别转，这样吧。别转，别转，别转。哎，舅哥，哎，舅哥，转，有酒喝。不就是这样，你白瞎。坐这儿干啥？赶紧弄点柴火，把炕暖了。哎，不急不急，哎，真不懂事儿，赶紧的，起来起来，大龙哥，哎，大龙哥不好意思了啊，赶紧的，哎，宝妈哥，这到底是办什么事儿啊？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嘎嘎的笑，来来，什么呀？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？看我剪的喜字好不好看？宝哥，要不是鬼子这么一讲话，咱还不给大龙办他个百八十桌呢？求姐烧酒啊，让大伙喝个够。但是现在山上这条件，捡一个我看看。兄弟们啊，也就只能尽心了，行不？就照着这个钱啊！你说啥呀？挺好，听你们的。哎，你们看看啊，大龙哥的嘴啊，都乐到耳朵根儿了，还在这装呢。哎，哎，哎，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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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给大龙哥准备婚事，我看今天晚上。就让他跟小婉洞房吧。
娘，怎么了？娘，咋了？咋了，娘？小婉走了。什么？小婉姐走了。她去哪儿了？不是娘，小婉她怎么了？小婉临走之前跟我们娘儿俩说了很多话，说完她就走了，拉也拉不回来。不是小婉，她说了让你们都不要找她。我琢磨小婉心里是放不下你，他又不愿意对不起大龙。清楚邱小婉心里一直都装着许志武，但这些年他们之间的朝夕相处也是真真切切的。他明白小婉此时无法做出抉择，只能选择独自离开。报告将军，进来。将军，所有的地质资料和图纸都已经严密包装，封存装箱，即将运回日本。大川君，来，今天也陪我来喝一杯吧。嗨。将军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吧。桥本将军，我知道您一直在怀念您的女儿，您一直想把她培养成为大日本的帝国之花。说吧，听你说下去。桥本将军，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，您牺牲了一切，我非常钦佩。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，这是值得的。为了天皇，所有的帝国军人都会这样的。这就是大日本帝国军人的精神。将军，我将随您战斗到最后，为天皇尽忠。优秀的帝国军人，来。干杯。我让他们已经装好了。嗯，很好。
哟，你来了！哎，来来来。啊。你看，这是什么好东西啊？嘿，晶莹剔透，碧血无声的。真的？那是。哟，别！哎，这不行，不行，别！哎呀，孝敬你的，来。那图个吉利啊，图个吉利。哎，放这里的都是啥东西啊？就是这里矿山图纸，这些图纸资料啊，都是要运走的。这破玩意儿要它干嘛呀？哎，对你没用，对皇军可是价值连城啊！啊，这破玩意儿啊，对我是没用，擦屁股都嫌硬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！老魏头，哎，你呀，以后买菜挑点好的，别老弄这些烂菜帮子。鬼子要把矿上的图纸运走了。王建功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买点好菜。好啊，说好了啊。鬼子已经准备撤离了，啊，明天他们就要把这里矿区的图纸和资料全都运回日本去。队长，这些图纸和资料真那么重要吗？鬼子这些年在这里开矿挖煤，专挑肥肉吃，他们才不管地质环境呢。只要有煤，他们就挖就采。如果他们把这些资料带回日本，等我们接手的时候，就很难知道煤田的分布情况和煤层的纵横走向，因为更不知道地下资源被鬼子破坏到了什么程度，这就给我们开发矿区带来很多的困难和危险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把图纸和资料给接回来。咱们在路上多少？我们得找一个坡陡的地方，让汽车不好控制。坡陡的地方？啊，哎，好主意，好主意。这里啊，日夜都有人把守着，啊，这车里的炸药啊，一定不会有问题的。你看，可严实了。这事儿你交给我办，你就一万个放心啊，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的。有什么情况啊，你尽管来找我啊。哎，你看，什么人？哎，我，哎，真是的，闹什么闹啊！你这一闹，我都尿不出来了，我。你听说了吗？运资料的车让义勇军给劫了。在什么地方劫的？石巴盘的山道上。他们劫他干嘛呀？哎，那可是日本人的宝贝啊。哎，有辆车在那停了一天了，一直有皇军守着，干什么呢？猪脑子呀！你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吗？都是炸药！不可能，矿都挖成那样，要炸药干啥？
皇军啊是想把矿给废了，明白吗？皇军啊才不想把矿留给义勇军呢。哎，你仔细想想为什么。嗨，这个我哪知道啊。不是，再说了，这个义勇军跟你我能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说的也是。那好，我先回去睡了啊。好嘞。你也回去吧。哎，好嘞。根据特高课得到的情报，共党已经打入了很多煤矿。如果不是共党事先得到了我们将全部煤矿的图纸和资料运走的消息，我们的计划就不会被破坏。我们必须炸毁煤矿，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否则，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，我们将愧对天皇。是的，摧毁计划要秘密进行。绝不能泄露出去。来，哥，好。来。这些炸药
这些年，在这里开矿挖煤，专挑肥肉吃。他们是我们多年积累下来的，为什么不多派人看守？嗨，大川君。 军部来电，要对你们的失职做严厉的惩罚。你们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所以先留下你们，戴罪立功。谢天皇，谢大将军。苏联红军已经攻克柏林，希特勒自杀了，美国海军已经占领了冲绳。我们的圣战到了最艰难的时刻。乔本将军命令。 由我指挥你们尽快炸毁所有煤矿以及一切重要设施，本能带走的，通通毁掉。嗨！哎，日本人拉电线是干什么用的？日本人也不让问，谁知道干嘛用的？你是电工，你不知道？哎呦，哎，你看，那边还扯出一根呢，准没好事儿。这小日本究竟想干什么呀？ 走吧，走。小鬼子在太平洋全面战败，这就注定彻底粉碎了日本人占领亚洲的美梦。看来，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了。但小鬼子。 不甘心失败，他们妄图在临走之前炸毁矿山。这是我们的矿山，我们一定要保护它，不允许鬼子的阴谋得逞。这些年，日本鬼子在我们辽西矿区盗取了大量煤炭，我们绝不能再让鬼子破坏资源、炸毁矿山。任务很艰巨，时间也紧迫，你立刻回去组织力量护矿，地委会帮助你们的。 矿山抗日义勇军，在战火中经受了考验。他们在打击日寇、保护矿山的斗争中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这次护矿，他们是主力。这是我们党培养的队伍，抗战胜利以后，重建矿山的重任，还要落在他们的肩上。陈雄军。 我知道你在忧虑什么。是啊，共产党已经开始行动了。他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干什么。共产党的厉害不能低估。 大川君，作为帝国的军人，肩负着神圣的使命。九一八事变后，我执行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屠杀中国百姓。我记得，在抚顺。 一个叫平顶山的村庄，那里的村民勾结抗日分子，袭击了天皇的煤矿。我抓住这些村民，就用这把战刀杀死了76个中国人。为此，天皇陛下。 赐予了我圣战勋章。但是，自打乌龙煤矿战俘暴动事件发生以来，我突然感觉到一种威胁，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，正在这片土地上滋生壮大，就像一粒火种，在森林中蔓延、燃烧。 是战局影响了你的情绪，我也知道，在太平洋战场上，我军失利，
但是，作为一名真正的帝国军人，那就是要在帝国失败之日为天皇尽忠。大成军，如果我们的圣战失败了，我们帝国军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向天皇尽忠。哎呀，哎呀，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你是咋来逍遥挖煤的呀？哎呀，走投无路才来这儿的，这不是没办法了吗？你们知道吗？鬼子骗来了多少劳工？光死在这儿的就有五六万人。该杀的小日本，遭天谴呢。鬼子是兔子尾巴，长不了了。哼，对他们快完蛋了，就盼着这一天呢。哎，快了！你没看见这鬼子整天忙东忙西的搬家，不就是想逃吗？想逃？好。咱们得跟他们干呐！对，咱们不能等死，跟他们干！干！鬼子来了！哎，黑土地将变。